油莉莉 VS 干真真。唔好以为夏天用精华油一定令皮肤油淋淋，其实皮肤嘅水分比例够平均，先至令皮肤油光咋。例如适当咁用精华油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临瞓前慢慢为自己按压下，绝对系皮肤嘅最佳享受啊！首先，拎两至三滴精华油喺掌心轻轻推到均衡。由于精华油具舒缓作用，对入睡好有帮助。不妨在搽面的时候深呼吸，轻按额头、下巴、面部，按摩约20秒，用指尖按压，等精华慢慢渗透。按压颈部如淋巴位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等精华更易吸收。香港女仔大部分的皮肤都是属于偏干或者偏油性，偏干易出油的话，不妨多用啲含高 omega 3 嘅精华油，又或者含天然保湿成分山茶花，同埋舒缓皮肤嘅甘草萃取成分，都非常啱极干肌肤。偏油性嘅皮肤就可以用含玫瑰木、天竺葵、莲花萃取或者系可可巴油，有助控制油脂分泌、蒸发同埋收缩毛孔啊。用啲含月见草油嘅精油，都可以达到控油嘅效果啊。